我没忘，只是因为今天工作太忙了，我走不开。不好意思，我现在在补习你。你手上拿的是什么？是要给我朋友小孩的礼物啦。要给朋友小孩的礼物，还是今天收到情人节礼物？哪有情人节会收到这么幼稚的礼物啊？在开玩笑。你是不是有喜欢的人？我想了很久，为什么今天没来餐厅？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你有喜欢的人，所以并不想和我一起过情人节，对吗？还是你忘不了陈宝珠？毕业已经三年了，薛海，宝珠不是你结婚了吗？宝珠还没结婚，宝珠的。宝珠还没有结婚，你怎么知道？难道你和他还有联络？今天没有赴约，是我的错。不要想太多了，我先去休息。晚安。三年前我出车祸，我妈把这个顽皮包丢在垃圾堆里，是我把它捡回来的。可是这四年来，不管我跟顽皮包说了多少话，答案就是听不见。宝珠姐，我真的能够用薛海的身份让你幸福吗？陈宝珠呢？田心今天请假哦。为什么？只说要去杭州。杭州？嗯。喂。喂，慧敏，我去杭州一趟哦。嗯，好，我知道了。倾听着你在关心我，一边走，吃饭来陪我，你在不走我，快乐难得从不陪我。杭州机票是飞的。先生不好意思，现在登机时间已经过了。我一定要搭这班飞机去杭州，我没有行李托运，送你。就是赶快，快。好想把你也放进肚里。你是我身体里的时钟，什么时候都有你陪你。你想我想的是做我做的梦，陪着你不会浪费一秒钟，与你划过爱情的时空。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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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我懂这样的爱像你的存在，给我的生命甜蜜的爱，分享你的爱。先生，你到底要去哪儿？再绕一下吧。你好，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师傅，浙江大学。
叫什么名字？叫林达浪。你以为你是冯顽皮豹的好朋友？你知道粉红顽皮豹的好朋友是谁哦？废话，粉红顽皮豹的好朋友就是达拉，达拉，当当当当当！你真的知道哎？我们都是高雄人，而且我们又喜欢粉红顽皮豹，我们一定可以成为好朋友的。这里就是你跟林达浪念书的地方啊。怎么？是想要回到过去吗？我没有想要回到过去，我想要彻底的忘掉过去。哦，这里就是你跟林达浪念书的地方啊。想要回到过去吗？我没有想要回到过去，我想要彻底的忘掉过去。我想要把我和达浪所经历的一切再感受一次，然后埋掉过去的一切，埋掉当时的陈宝珠和林达浪，埋在心里的最深处，深到自己都不知道在哪里的角落。我陪你。这是属于我一个人的回忆，我想要一个人。你就当我不存在吗？我本来就没有当你存在过。做研究报告，30分钟后杭州图书馆见。你现在要马上出来，如果迟到的话，你就死定了。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。1分钟，你这个香菇再不来，你就死定了！5、10、3。是我心情不好的时候，我都会跟他说话，所以顽皮豹就代表我。以后只要宝珠姐你心情不好的话，你可以跟他我说。只有简单笔画，却比
卸下负担，和阿丁爱变化。我爱过几个人，也被爱过几遍，却还是没能将幸福留下。爱是不可数的吗？为何我还相信他不是独行侠？我在等一个人。如果你真的这么想见我，那为什么三年前你生日没有来？我一直等你，一直等你，你一直没有出现，没有出现。我不要听，我恨你，我恨你。可是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其实我一直都在等你，我从来都没有忘记过你。可是我错过了我们在一起的机会，对不对？因为我没有出现，所以我失去了拥有彼此的机会。你要幸福吗？我希望你现在很幸福。我很幸福，因为我就在你身边，我们不会失去对方的。立功啊！你一定要很幸福，很幸福啊！只有简单的话，却比想象复杂。在你曾经等过他的地方，在这里告诉你，你一定要幸福，听到没有？听到没？爱是不可数的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真的不想让你这么伤心。对不起，请你原谅我。告诉我，爱不担心相信他。宝珠，我以为知道他幸福，我很替他开心。我以为过了三年，我早就已经准备好要失去他，可是为什么当我知道他不会在我生命里出现的时候，当我知道他有心爱的人，有美好的家庭的时候，我的心会这么痛？我觉得我真的要失去他了。怎么办？帮我打扮吧。我相信，他永远是你回忆里面最美好的。记住这样的美好，以后所有最美好的事情一定会在你身边的。宁愿失去一个搭档，我相信最后